部分副驾的状态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很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，我们也正常，对疫苗的自己都没有啊，过敏的情况好 ，OK， 那这样没有问题。那么小孩中还没有什么问题，那疫苗注射的部分没有好，那我们啊，免疫力的部分就才我们这种表现。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